快过来呀！这个地方这么空，你是想让我再大哭一场吗？那都没意思呀，来，跟着我学就行。赵静芒是小学生，你怎么也说我？把心里想说的话喊出来，心情就会好很多。 刚才就是我的心里话，现在心情真不错。你怎么？你也想骂我？那我也试试。不敢了。那好，我来。赵静芒是小。张扬是小学生，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。 最皮的那种，怎么样？这招管用吗？你笑了。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所以不害怕。谣言什么的我不在乎，我会努力的，想考最好的大学。要成为作家。 周静芒要成为作家，最棒的作家。<笑><笑>